我打死的，这些全他妈是我打死的。你一开始就不相信我，可以来打死我。王队长，我并没有怀疑是你啊。可是阁下，川岛军是背后中枪，我来到现场就看到黄虎一个人把他。你亲眼看见胡队长开枪了吗？哦，阁下，不是的。王队长，你是我最忠实的朋友，曾经为大日本帝国立过战功，我怎么可以怀疑你呢？把枪收起来吧。今后你要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好好的做事。收队。负过伤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没有，妹子，前山后山都找了，没有啊。本地也去了，没人。帐篷都找了，没有。他能去哪儿呢？他的马呢？马？对呀，没看见他的马啊！加加！哎！哎！妈，您去哪儿了？大嫂，你干啥去了？哎呀，大嫂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进汤城，我杀了尹登云。把这摆上。哎，火大了吧？撤点柴火。没事儿，总共也没几粒米，糊不了。现在咱们的粮食是越来越少啊，我担心啊，咱们会断粮的。可不咋的，这两天我带着弟兄们把后山能打的猎物全给打完了，再打就该挖老鼠洞了。咱们还是尽可能多坚持吧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一早我和雷成带上几个弟兄去深山里转转。哎，金花说的这点子好，深山老林那边人少，说不定啊还能打个大猎物呢。啊，金花，那你们俩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。哎，吴婶，你那边侦查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是这样的，出山的路全部都被鬼子修的隘口堵住了，隘口前面这一片树林也都被砍掉了，现在是开阔地，而且鬼子在清风寨上增加了很多的炮楼，有很多二鬼子都在那看守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想要突破这个封锁还是有困难的。依我看呀，现在咱们解决吃的问题是最重要的。
哎，金花，俺看你这记录的房子有点意思。俺这一路没好意思问你，你这里有啥门道？你跟俺说说呗。也没啥门道，我那小时候呀，在山上跟狼生活了好几年。那狼在深山老林里，它能闻着味儿走，但我不能啊。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，不管我在哪儿，我走多远，我都能看上这个，找回狼群里去。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啊，哎，俺刚才俺就想，你说俺雷城咋那好附近呢？咋娶了一个你这有本事的媳妇儿？谁你媳妇儿？咋还鸡头白脸的呢？咱俩那不早晚的事儿？你，哎，袍子，袍子啊。打中了，啊！打中了，看看去。是大哥。媳妇儿，你真厉害。你。兔子。兔子。啊？哪儿呢？你看，是不是那个吗？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拿着。都是橡皮了，不过还行吧。大哥，袍子，啊，你们嫂子给你们打这傻袍子，晚上够咱们炖一大锅子了。快快快，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。矿工们运矿石走出来的小路，我小时候和奶奶走过，看样子轨道是扩宽了。这条小道从哪儿？那时候我们是去看爷爷，他们在乌衣岭采矿。啥？乌衣岭。阁下，从今天开始，运输物资的车队可以通过新修通的山路，把物资运到木衣岭了。等物资一运到之后，先期到达的横山小队就可以按照您的吩咐，在预定的地点组织民工、建筑工事和营地。要不了多久，咱们的黄金部队就可以入驻了。天皇陛下保佑，左藤进。帝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就要实现了。是的，左将军。哦，恭喜阁下。哦，姚明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现在他的态度和以前有天壤之别，十分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现在他按照我提供给他的金脉图的副本，正在制定勘测计划。好消息啊，都是好消息。酒，去开瓶好酒。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番。好。二爷，吃饭了。放桌上吧。哎，
还有啥事吗，杜四？哦，没事，二爷。饭菜您趁热吃，凉了对肠胃不好。我就在院里，有事您喊我。哎，好，去吧。还不到饭点儿，咋这时候送饭呢？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我和雷城在那整整待了一天，鬼子的运输车一辆接一辆的，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两个怕打草惊蛇，所以根本就没敢靠太近。不过，好像看每辆卡车上面都蒙着一个油布，里边是什么东西，根本看不清楚。金脉图上记载的矿脉就在乌衣岭山区一带，既然那条路是通往乌衣岭的，那车上运的东西就一定是和金矿有关的。看来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鬼子手上有金脉图，又有我二叔这个勘测专家，既然他们已经到了乌衣岭，那找到金脉是迟早的事情。这金脉虽说是国家的，但也是我们金家人用命保下来的，咱不能看着小鬼子就把金子这么踩走了。鬼子要是得到黄金，就会大规模的增加军费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南，你说咋办？还用咋办？依我看啊，现在咱们就出发，咱们把小鬼子的运输队给他劫了，然后再把路给他炸了。哎，婶子说的这个办法可以。据我观察，这帮小日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咱们已经发现了这条路，趁着他们现在兵力薄弱，咱们偷偷摸过去，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。对，凯南，你觉得行吗？行，就这么办。走走走。鬼子的汽车开过去了，吴婶，你从背后包抄他们。好，大家准备战斗。集体下山，把木头挪开。四婶，留下掩护，其他人给我冲过去。
看看有没有漏网的鬼子。上！上！走！大婶儿，嫂子，怎么样？这第一辆车里面全都是牛肉罐头，还有大米和白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次我们可发财了啊！这些够咱们吃两个月的呢。够！来，看看。这里边这都啥玩意儿啊？这么老沉、啊！这上面全是日本字儿，咱也看不懂啊！大爷，拆了它！别拆了，我看得懂。这里面全部是采矿设备和勘测仪器。看来我们预料的没错，日本鬼子果然准备到乌衣岭去开采金矿了。对了，后面那一车不只是装设备，还有 TNT 炸药、雷管和导火索。全都是吗？全都是。大家赶快打扫战场，收缴鬼子的弹药武器，然后把所有粮食都搬走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我陪你。好。大婶、吴婶 ，TNT 炸药你们会用吗？不就是黄炸药吗？当然会使。咱们家以前开矿的时候就是这玩意儿，会使。那好，你们俩带一小队。用炸药把这些勘测仪器跟采矿设备全部连地面一起炸掉，动作要快。这一卡车的炸药一下子也用不完啊！再说了，这玩意挺金贵的，也许以后还有用呢。要是这么用了的话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东西太多，想搬也搬不回去。可就这么炸了，确实可惜。这样吧，你们用够足够的量，剩下的在附近找个地方就地埋起来，做好记号，等下次我们要用了，随时来拿。好。这里离黑山镇不远，鬼子援兵听到很快就会赶过来，我们要快。好。死丫头，她啥时候能管我叫妈呀？这窦家听着真过瘾呐，比戏台上锣鼓点听着还带劲呢。四嫂，锣鼓点可没他响。炸药藏好了吗？藏好了，我们找到一个山洞，正好可以放下剩下的炸药和雷管。大婶、吴婶，太好了。是好，你大婶我藏东西，一万个鬼子都找不着。天快黑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妈，你可不可以别老扯这件事情啊？叫我叫妈能咋的？你个傻儿子，他要是不叫妈，你给我生个能叫奶奶的。什么人干的？据幸存的士兵说，伏击车队的人里面有大批的女人。新家军，又是他们，是我的失策呀。当初没有抓紧大火的时机，把他们全部给歼灭。加强警戒，马上修复被炸毁的道路，确保新的物资和设备顺利的运达。还有乌银岭营房的建设工作，也交由你负责。好。不过阁下，我愿意去乌衣岭为阁下分忧，可是那谁来陪你呢？佐藤君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义妹石原芳子。这是佐藤君，我最值得信赖的属下。有事可说，滚去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工作将由石原芳子接替。阁下，请恕我直言，您现在身边是应该留下一个可以保护您、帮助您一起完成特殊任务的人，不是像芳子小姐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。佐藤君，是觉得我太过柔弱了吗？芳子小姐，对不起。我这样说都是为了太郎阁下着想。
佐藤君还会觉得我柔弱吗？佐藤君，没想到吧，房子小姐是将军阁下特别小分队的精英。哦，房子小姐，您能守候在太郎阁下身边，谢谢，拜托了。鬼子把路修好了，又开始运送物资了。不过这小鬼子啊，好像学聪明了，现在每辆押运车都有大批鬼子跟着，还他娘的增设了个什么二鬼子巡逻队。这帮瘪犊子总共几十个人，十人一小组，没事老他娘的骑着个马杆子来回晃悠。我看啊，恐怕咱们再想劫车悬了。是啊，劫车只能有一次，石原是绝对不会再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。凯南，我们不能老待在山里了。对，咱们现在的粮食只能撑到晚秋了，一入冬就没吃的了。是啊，再赶上大雪封山，不被冻死也被饿死了。就是啊。哎，咱们不在这儿待，去哪儿待着呀？这村子都被鬼子给烧了，往北走还是深山老林，往南走就更不行了，有清风寨的鬼子在那守着呢。这几百米就是隘口，想绕过去啊，根本没门。打又不能打，那咋的？全都搁这饿死呗。我们去乌衣岭。啥？啥？乌衣岭？石原现在已经浩浩荡荡的朝乌衣岭山进军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在这猫着。我同意凯南的想法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去乌衣岭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。行了，都别瞎指挥了。你去过乌衣岭啊？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凶险吗？那个地方山压着山，沟连着沟，有多少个山头就有多少个柳子，大大小小的山头已经被土匪都占着呢。没错，当年我和老当家的刚拉起柳子的时候，也想去乌衣岭开条财路，结果是去了大半年，硬生生待不下去啊，又回青龙寨。丫头，我看你还是想个别的招吧。之所以这样，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。就凭我们这些人，想阻止石原采矿就太难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把乌衣岭山区大大小小的柳子都联合起来，大伙一块来对付小鬼子，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。对，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给鬼子最沉重的打击。呵，现在这小两口是一唱一和的哈，可不是吗？现在在开会，你可不可以严肃一点？好，好，好，严肃一点。咱再说这个乌衣岭，乌衣岭柳子遍地，情况、地理位置都非常复杂，就靠咱们这一百多号人，两眼一摸黑，这想进就能进去了。哼，婶子说的对，你们没当过柳子不知道。这当柳子的最忌讳的就是外来户，你们还想把这些柳子给他绑到一块儿？我告诉你们，比那水里边点灯还难呢。就是，所以我们得先派个人过去侦查一下，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。我去。行行了，我去吧。你去干嘛呀？踩盘子活，我和你二叔去。当年我在那一带活动的时候，也结交不少有头有脸的老朋友，对吧？行吧，咱俩挨个拜访一下，等搞清楚情况再说吧。行，那就有劳两位了，你们快去快回。啊，方子，我输了。大哥又让着方子了。不是让着你，是真的技不如你。方子，你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妹，可你从小在我家里长大，在我的心里，我们早已是亲兄妹了。大哥，我听说金家军已经被赶入了深山，我们在乌衣岭山区的营地也快竣工了。我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来晚了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方子，你的任务是赶快赶赴乌银岭，收编那里的土匪武装，确保我们的采金计划能够顺利进行。
区区一群乌合之众，也能阻止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采矿计划？这些土匪武装虽然个体实力不足，但他们长期盘踞在乌银里山区地带，靠采矿和贩卖黄金为主。大日本皇军的介入会对他们产生心理的压力，如果他们联合起来，力量不可小觑啊。你的这次前行，如果把他们收编归我所用，那情况就会截然相反。好的，方子明白了。还有，你的特别行动小分队什么时候到达唐城？他们已经到了。很好，时间紧迫，马上行动。我会让小泽君全力配合你们。嗨，这里原本是东北军的军营，我们现在正在加以改造，估计还有十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了。糟糕，很好，但是太慢了。世元阁下，计划十天之内皇军部队进驻这里，你有七天时间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嘿，我们会再召集些民兵加以改造，拜托了。来，龙马路子。什么人？敢闯我大日本军营营地？如果我们是敌人的话，我想此时你们已经是尸体。川崎君，房子小姐是石原阁下的义妹，第六部门的人。是你了，房子小姐。房子小姐一路辛苦了，你怎么提前来了？你应该通知我，我安排人去接你。佐藤君，我的人需要单独的营房，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能靠近，日常起居和饮食也需要特别安排，告诉这些哨兵我们不在他们的警戒范围之内。我马上去安排。另外，要尽快安排我和你之前找到的那个人见面。是的，小姐。此人名叫李山，人送外号秃顶客，是这里乌龙顶的匪首。我会安排他尽快和您见面。刘总。不错啊，大当家的，这酒啊，您得干了。这酒我再不干了，那我就是瘪肚子了。大当家的，那玩意儿他又叫唤了。终于他妈的响了，那玩意儿叫电话。皇军呀，专门给老子安的专线啊！别吵吵，我别吵吵啊！喂，秃顶鹤先生吗？哦，是佐藤太君吧？方便的时候，请你来我这里一趟。是，是，我这就到。给老子备马。好嘞。大当家的，还没喝完呢。大当家的，就待一会儿。还喝个犊子呀？皇军一叫，赏金拿到。哎，你们俩乖乖的在家等着我啊，到时候赏你们金条。二当家的，还喝呢？还喝着呢。
哥，黑子呀，这个太君要让我去开个会儿，家里的事儿你照应着点啊。大哥，咱能不干这坑人事儿了吗？你知道别的柳子咋看咱吗？知道，他们是眼红了。眼红？没人眼红当汉奸。黑子，你他妈说话越来越放肆了。我这是为了兄弟们。为了兄弟们？我他妈为了谁？我这叫顺应天意。你这是有奶就是娘。说对了，有奶就他妈是娘。你要是不乐意，赶紧给我滚犊子。吴龙鼎不缺你这把交椅。大哥，黑子兄弟他就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滚犊子。二当家的，有批发。后山来了两个拜山的，指着名找您，说是清风寨的炮手。快请。是。两位老叔，哎，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？黑子，我和你二叔啊出去办事儿，正好路到这儿。哎，我这一看，这不黑子地边吗？走，看这小子干嘛来？来了。多年不见，难道两位老叔还没忘了黑子？哪能啊！想当年我们和你爹拜把子喝酒那会儿啊，你小子才那么大底儿，这一眨巴眼都成了二当家的了，真有出息。哎，二，你看这小子没眼啊，就那嘴角，你看那一耷拉的劲儿，像不像他爹？像。太香了！行了，两位老叔，就别埋汰我了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哎呀，好酒啊！这怎么叹上气了？黑子，我看你这不大高兴，这心里是不是有啥窝心事儿啊？憋了这么久了，今天可算是遇到知心人了。不瞒两位老叔，我这窝心的事儿，全他妈是因为秃顶鹤。秃顶鹤？秃顶鹤咋了？哎呀，哎呀，黑子，这大叔可就得说你两句啊。叔，你说。你看啊。现在都什么形势？这东北都是日本人的天下了。你秃顶鹤和日本人关系这么好，那你乌龙顶的前途那是大大的光明啊！你瞅啥？那还有啥窝心的呀？闹了半天，你们也觉得当汉奸好是吧？原来你们跟秃顶鹤就他妈是一路货。行，算我黑子瞎眼了。今天这顿酒菜，就当喂了狗了。行了。站住！好小子，我怎么说的？我绝对没看走眼。黑子，来，坐下，听大叔的，坐下。大叔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俩来乌衣岭已经好几天了，就是听说。秃顶鹤当了汉奸，就是过来搭理这事儿。那你们刚才……哎呀，刚才大叔不炸你吗？不，你想想啊，他是大当家的，你是二当家的，秃顶鹤是汉奸，那大叔整不明白你现在是啥情况了，那不敢直说。两位老叔啊，怎么不早说呀？既然这样，你们跟我说实话。你们到底干啥来了？我们俩这次来，就是奔着乌衣岭的鬼子来的。哎，快！石头，
石燕阁下安排了其他的人来接替我的工作，以后你的工作就和石燕方子小姐联络吧。娘们儿啊，方四，方子小姐是石燕阁下的义妹。是是是是是，来头不小啊。佐藤太君，我这个人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，要不你给引荐引荐？你进去吧。 李先生吧，怎么不进来？李先生，请坐吧，喝茶。老子我从来不喝那玩意儿，我就是喝酒，看女人跳舞。刚才方子小姐。 这屁股扭的呀，是真带劲儿。让他们给我弄点小酒。方子小姐，您再给我来上一段。住手！干啥呢？咋的？你这啥路子啊？ 我帮了你们干了多少事儿啊？好歹也是一个朋友吧。就算你们这佐藤太君也得敬我三分。一个娘们儿，出手打！秃顶鹤，我跟佐藤不同，我没兴趣跟中国人交朋友。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办事的奴才。啥？你这个条件太埋汰人了吧！别！ 你瞅着挺尊的，你打算狠呐？有话好商量啊！做我的奴才，如果办事得力的话，就会得到我的赏赐；否则，就会得到缰绳。嗯，那么，你愿意做我的奴才吗？